姐，你坐在这儿抱着这把破琴对着月亮已经足足发了一个时辰的呆了，你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？你看今天的月亮多美啊。又是月亮，在元阳的时候你也说元阳的月亮最好看，也像今天这样看个没完。当时我还纳闷呢，今儿我算是彻底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哼，这哪里是什么月亮好看，分明是你心里那个人好看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原以为是月亮勾走了姐姐的魂魄，今天这么一看，姐姐的魂儿分明是被你心里那个人勾去了。你瞎说。哼，那你说，就这么一把破琴你弹了整整一个下午，为什么舍不得放下它？你还给我吧，不要弄坏了。不就是一把琴吗？无知无觉的死木头做的，让你这么心疼。可是你伤了人家的心，却不见你有一丝一毫的心疼之色。我伤了谁的心？还有谁？当然是我哥哥。表哥？你和那个姓殷的一块欺负我哥哥，让他的心受伤流血，你们还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婉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跟表哥只是兄妹，其他并没有什么。我当然记得，可是对那个姓殷的呢？我们只是朋友，你们想的太多了。或许你对他是这样的，可是他对你呢？还说带着诗嫁给秦，我看早晚有一天你会经不住他那几句好话，带着诗和秦嫁给殷如墨。我哥哥好可怜，他待你一片真心，却被你迎头泼了一盆冷水。婉儿，你听我说，在这个世上有很多事都可以退让，可是只有一件事不可以勉强，那就是我们的心。我们可以不对人家说真话，可是却欺骗不了我们自己的心。我知道表哥真的对我很好，比亲兄妹还要亲，我想我今生今世都无法回报，可是我的心告诉我，我只能够把他当兄长，没有其他什么。你不用安慰我，真正可怜的是我哥哥。表哥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事事为我想得周全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可是也是因为他太顾及我的感受，倒有点唯唯诺诺，不大干脆。那个姓殷的又哪里比我哥哥强？不就长了一张会说的巧嘴，才花言巧语说动了你的心吗？你觉得我的心真的可以这么轻易被说动吗？只是表哥平常沉默寡言，没有说过什么雄心大志，男儿志在四方，纵横天地才是，不应该随遇而安，胸无大志的。你今天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，我问你，你嫌我哥哥胸无大志，那个姓殷的他就有什么雄心壮志不成吗？我跟殷公子只是萍水相逢，我对他相知不深，我只是看他文武全才，应该会干一番大事业出来的，他有没有其他的大志向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只是你们平常想的太多，我们只是朋友。你骗谁？那个姓殷的对你殷勤备至，长着眼睛的都能看出来，你对他不也另眼相看吗？要不干嘛留他在家里？殷公子一番好意把我们送回家，而且他是严先生的失职，我们要尽尽地主之谊也不行吗？姐姐，你有情有义，做的都是对的，错的是我哥哥，他就不该这么傻。婉儿，陈宇，今天我们先进护村五司的手收拾了护寒云，下一次就该轮到他自己了。我们的真正意思他不会察觉出来吧？不会，我办事陈宇放心。
这就怪了，按约定的日子昨天就该到了，怎么等了一天一夜连半个人影也没有啊？记错日子了？照理来说不会的，我离开的时候，护头武司清清楚楚地说的是正月十五月圆之日，他自己应该不会记错啊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在这里等了，你马上派人去打探一下。好。哎，单于，他们来了。怪呀，护土武司怎么带这么一点人马？是啊，单于，好像是咱们留守王庭的人马。单于不好！什么？王庭有变！单于，单于，单于！单于，单于。单于，单于，大事不好！昨天护头武司突然发兵攻占了王庭。快说，他带了多少人马？全部，好几万人马。我以为魏令他们到这儿来了，我们没有设防，突然遭到他们袭击，兄弟们差不多都死了，我只好带着兄弟们逃到这儿来了。单于，单于。这事儿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。他是你的妹夫杜隆奇，你该不会暗中和他勾结吧？单于，单于，单于，我杜隆奇自从跟随单于以来，我从来都没有过二心呐。天上的神灵，四方的草木山川都看得见，我若背叛单于，叫我给一万匹马踏成肉酱，不得好死。单于，你若还不相信，请给我人马，你让我带人杀回去，再把王庭给单于夺回来。好了，王庭守备森严，粮草充足，这小子是钻了我们的空子，再想夺回王庭谈何容易。况且仅仅一个糊涂武司并不可怕，我担心的是，如果我们和他纠缠在一起脱不开身，东边呼汉爷杀上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现在也许呼汉爷正在山那边带着部队悄悄向我们靠近，准备一口吃掉我们。如今我们就像是没有了杨澜的羔羊，哪有抵御狼群的能力？屠龙旗、在，马上下令立即开拔。是、哼，都听着，糊涂不死，单于有令，马上开拔！你等着，我屠旗的箭很快就会落到你头上。护头武司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啊，我们又回到这王庭来了。不是做梦，王庭，父亲的王庭，我终于又回来了。如今这王庭是你护头武司的了。是我们两个人的。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，我们成了这个草原上的主人，也将是唯一的主人。阿曲，如今我拥有了你，拥有了整个王庭，今生今世我已心满意足，我再没什么可争的了。不，霍图武斯，你还要去争，去斗，跟这草原上所有的豺狼虎豹去争斗，要让他们匍匐在你的脚下，发颤发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总有一天
我把整个草原都捧给你。不，我还要整个天下。好，我就给你整个天下。刚才我去皇后宫里给姑母请安，看着宫中上下挂满了冯昭仪的画像，都是出自你严寿兄的手笔吧？不错，贤弟以为愚兄的画技如何？美则美矣，几乎未得其神。严寿兄，你只是用计而非用心呐、啊。这宫中上上下下哪能找到几个有神韵的女子，都是些庸脂俗粉罢了，不值得我为他们花心思。哎，就我这两下子还真把皇上给感动了，我没想到咱们这位圣上还真是个多情的种子。哎，严寿兄，背后轻慢皇上，这不是为臣之道啊。哎，老弟，年轻轻的别做出一副老道的样子，皇上咱们当面供着，在背后说两句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君子处事讲究的就是表里如一啊，多行无礼祸及自身呐、啊。我们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谨言慎行，你严寿兄言出惧行无轨，你真的是要多加注意才是啊。我算是服了你，无论什么事大道理总是一套一套的。行了，咱们不说皇上了，嗨，我也就是在这混口饭吃，我迟早要出去，天天在这作画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张面孔，没什么意思。好了，过几天也许就该忙了。怎么了？又要忙了吗？你没听说呀，日前金房进宫向皇上献策，要在全国各地挑选美女充实后宫，据说皇上是龙颜大悦呀、啊、真有这回事吗？你真没听说呀？哎，贤弟去哪儿啊？你这是？我去见皇上。启禀陛下，王莽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，宣王莽觐见。臣王莽参见陛下，愿陛下万岁万万岁。好了，不必多礼。谢陛下。王莽，你进宫是来见你姑姑来的吧？见朕有什么事吗？臣听说陛下最近常常躲在宫里弄枭夺取，荒疏了国事，此举不合礼法，臣以为不可。不可。你每次来见朕似乎都用这句话做开场白。陛下以一人治天下，是不应该过多沉湎于个人的哀乐，应以天下人之忧为忧，天下人之乐为乐。太上忘形其实等闲之人可以做到的，孔夫子不也说食色性也，朕怎么就不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？可孔夫子也说了，非礼勿动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。臣担心的是从此一些奸佞小人就会聚集在陛下的左右，投陛下所好，如此一来陛下的耳目就被他们蒙塞住了。古来昏聩之君无不是从这些小事开始的。朕要是昏聩之君，听你刚才那几句话就能要了你的脑袋。陛下当然还是圣明之主，可是的确已经有一些奸佞小人在开始揣摩陛下的喜好，
不惜明月沸腾了。朕怎么不知道啊？朕说的是京房向陛下建议选美一事。这件事朕不是没有答应他们吗？陛下，后宫侍奉君主以德不以色，如此家国大安，古来多少女色祸国之事，陛下不可以不引以为戒啊。朕有空啊，倒要好好的问问皇后，他们王家是怎么教养出你这个愚夫子的。哼，朕不与你争辩，日后倒要看一看，轮到你自身的时候，你是怎么以德不以色的。朕还有许多国事要处理，没时间听你教诲了，下去吧。臣先行告退。明天左翼之子王就要去长安了，我们将与汉朝缔结盟约，这件事我们已经谈得很清楚了，终于有大功告成了。只是忽突兀司如今占据了王庭，突骑又逃到西边去了，我们匈奴内部怕是又有一场大乱呢。我也在担心此事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。本来王庭在突骑手里，而我们现在的实力是日益壮大，只等着解决了南边与汉朝的关系之后，就可以乘胜追击，一举拿下王庭。可如今，哎，王庭如今在忽突兀司手中，单于，料想你不会有什么举动吧？其实，王庭是我们父亲的，是我还是忽突兀司哥哥先进驻，我觉得这没多大关系。这是英雄也有气短之处啊，每每涉及到忽突兀司，你的态度就变得犹豫不决。这王庭是你的还是忽突兀司的有很大的不同，这关系到我们匈奴的未来究竟何去何从。这个道理我相信单于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当然清楚，相信我，如果有一天涉及到我们匈奴前途命运的话，我答应你们，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。有了你这句话，我们大家伙也就放心了。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单于，还有一件事，可能关系到我们是否能真正获得汉朝的信任。什么事？单于继位以来，虽然废除了以子为质的陋习，但据我所知，汉朝素来就不相信我们。尽管我们此次与之结盟并不带有归附的性质，但依照汉朝惯例，单于是应该送一个王子到汉都长安做人质的，这样才能确保汉朝相信我方的诚意。上一次日逐王前来也委婉表达了这个意思。不行，单于的逐鹿王子是天神的儿子，是我们匈奴未来之主，岂能送到南蛮汉人手里任人欺辱。汉朝素来就是礼仪之邦，逐鹿王子到了长安，想来他们也会以礼相待的，欺辱什么的大概不会有。只是我们匈奴现在无论是在王庭的忽突兀司还是在西边的突骑，出于种种原因，对于我们与汉结盟之事是大为不满呐。他们难道不会兴风作浪，寻机生事，连带我们？如果是这样，逐鹿王子在汉朝就会吃亏的。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，所以一直犹豫是不是该对单于提起。既然这样，更不能让逐鹿王子去汉朝了。汉朝人相信我们便信，要是不信他要答便答，难道我们还怕他不成？对，信便信，答便答。单于，现在纵使我们自己的人对着胡汉关系的态度也并不统一，更何况其他人呢？我从小就流落在我眼君帝帐下，
当然非常清楚，寄人篱下之苦。我们匈奴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了这个规矩骨肉分离。日诸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上次来找我们，就是为了他儿子的事情。很多年前，他的儿子被送到了王庭，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每次我见到日诸王，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痛苦。这痛苦不比二十多年前他儿子刚离开他的时候少一分一毫。单于，你就真忍心让逐鹿这孩子去忍受这一切吗？他还小啊。我知道他是您的外孙，您舍不得他离开我们，离开草原。我是他的父亲，我更舍不得他让他去外面受伤害。我也想把他留在我的身边，但是我是匈奴的单于，我只能把整个匈奴人的利益排在第一位，把逐鹿放在后面。单于，想做匈奴的单于，逐鹿必须得经受考验，多见世面，不可能永远在我的保护之下生存。若将变成一只大鹏，一飞冲天，就一定让他出去闯。我想这个道理，逐鹿他自己会明白的。为了我们胡汉的和平，为了我们匈奴的统一大业，我没有其他选择。朱洛，这些年我东征西战，很少跟你在一起。明天呢，你就要和左翼智子王一起去汉都长安了，会不会想家乡？会不会害怕？我会想我们草原，还有阿爸，可是我不害怕。阿爸像我这么大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和糊涂五四伯伯一起打野狼了吗？我只不过要去汉朝，汉人也是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说得对啊。阿爸，糊涂五四伯伯他为什么要离开我们？因为他瞧不起汉人，不愿意我们跟汉朝和好，我没能说服他，所以他离开了。阿爸，你想他吗？怎么会不想？当然想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非常想念他。那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不要问这么多了，孩子。我们能与汉朝缔结盟约，是最好的选择。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汉人和好呢？因为我不希望匈奴人再流泪再流血，我希望我们强大起来。哦，阿爸，如果是这样，那是糊涂五四伯伯不对。有机会我去找他，我会对他说的。不愧是我儿子，好儿子，糊涂五四伯伯一定会想明白的。走。千万别去伤害敬老的屈原大夫，你们要是不听话呀，我就把你们捞起来清蒸油炸红烧水煮，听见了没有？姐姐，我再去采些艾草来吧。昭君，你在想什么？身为屈原大夫故乡的人，能够在他生长的江边凭吊怀念，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。
屈原的诗里，我最爱的两句就是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世人皆醉我独醒，说得多好啊。而我最喜欢的就是离骚里的那句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那么你要求索的又是些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人生的道理吧。难道你还想名标青史吗？是不是因为我是个女子，就可以不去想活着的理由了？这很简单。怎么简单？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自己活着，而不是为其他的什么，青史也好，堂而皇之的什么名目也好，有什么意思？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那都是我们死后的事，与我们的幸福无关。你这样的说法我不同意，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怎么可以没有作为而贪图享乐呢？校尉大人既然有兼善天下的志向，此时就应该坚守在边城重镇，抵御外辱，报效朝廷才是，怎么会和我们这些碌碌无为胸无大志的人混在一起游山玩水呢？那是因为姑父寄来书信说现在边关平安无事，我大汉已与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达成了友好盟约，所以让我在家中多照看昭君些日子，然后再回元阳。哦，你以为我在家中是贪图享乐，贪生怕死吗？你未免也太小看赵某了吧。原来赵大人不是贪生怕死，那么就是视死如归了。我今天不是来跟你斗嘴的。哎呀，女娃娃，这一回我终于抓到你了。王老爷子，你怎么回到秭归来的？不错，就是我，你是我抓到的，你不要赖啊，我赢了。你赢什么？你抓我干什么？你别赖，你别赖，我跟你朋友说好了一起玩的。玩什么？玩什么？玩找人游戏呀、啊！找人游戏？哎，说，是谁让你来找我？你放开我！快说！别走！你这疯子！你说不想想？快说！我疼死我了！赵爷子是谁啊？他是我们的朋友王老爷子，是我们在回家乡的时候认识的。哎呦喂！我的手断了，他不会动了，这断了，这断了！哎呦！赵娟小姐，一路上我总觉得有人暗中跟着咱们。还有你遇险的事也非事出偶然，这老头大概知道其中的关系，一定要好好盘问盘问。老爷子童心未泯，他不会是坏人吧？好吧，我们去问问他。嗯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刚才我出手太重，我给你赔个不是。赔不是有什么用啊，我手断了，动不了了。来，我给你看看。没事了，说断了就断了，我动不了了。王老爷子，闹了那么久也有点饿了吧？我这里有糯米红豆粽子，你要不要吃？你别说，闻见这粽子香，我老人家还真又饿了。好香啊，好香啊。哎，老爷子，你的手没事吗？不疼吗？嘿，真的好了。还是你这个女娃娃有办法，一只粽子就治好了我老人家被捏断的骨头啊。看来你根本就没有事。谁说的？他本来是断了的，是粽子飞过来又给治好了。好好，就算是断过来又治好的啊，反正现在手也没事了，你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吧？手不好我也可以回答，回答不回答和手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吗？好好好，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我问你，谁叫你来找我们的？根本就没人叫我来。你刚才不是说有一个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吗？啊，对，我是遇到过，可是人家没叫我来，是我自己来的。那这个人他是谁啊？那该问你们自己呀、啊。他不是他不是你们的朋友吗？可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。那我也不认识他。那这个人长什么样，穿什么衣服，多大年纪？
打扮嘛，和咱们差不多，长得不高也不矮，不胖也不瘦，不好看，也不难看，岁数嘛，比你大些，比我小些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嗯，走吧。嗯。来了来了，小哥回来了。小哥，小姐要少爷。老爷像小孩一样。我说凤儿啊，你倒是快点想主意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我这不正想着呢吗？你们光知道催我。皇上征选的旨意已下，各地都闻风而动，再加上莽儿前几日顶撞了圣上，我在这个时候上去说三道四，还不是去碰一鼻子回去？你说叫我能有什么好办法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咱们就在这儿等死啊？先别把话说那么死嘛，这人不还没选上来吗？谁生谁死还不一定，不要在这个时候乱了阵脚，叫人看笑话。这宫里时时刻刻危机四伏，动辄就你死我活的，我都已经受够了。随他去吧，爱谁进来就谁进来，爱谁得宠就谁得宠，我也懒得再卷进这是是非非里头去了。我的闺女啊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，你就是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也得为你的儿子，我的外孙，咱们的太子想想啊。这宫里有多少人盯着这个宝座呀，都争得跟个乌眼鸡似的，咱们可不能把要到手的江山社稷这么拱手送给人家去啊。你呀，得打起精神，去跟他们争，去跟他们斗。娘，你小声一点，这种事能大呼小叫的吗？该放在心里的，咱们只能放在心里边。废话，我这个道理还不懂，还不知道？我这不是在跟我自己的儿子、闺女，你们俩在说吗？难道说我还会到外面去跟别人大声嚷嚷去啊？不是。我只是提醒您一声。你们别吵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你们总是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不休，咱们还是得说点正经的。对对对，现在啊，火都要烧到眉毛上了，想个办法才是啊。要我说，这事没辙。皇上已经把圣旨下了，难道还让皇上收回成命吗？是啊。况且这个主意正是触到了皇上心底的痒处，别提多对他的心思了。我一听说京房那个谄媚的家伙提出了选美的奏议，就知道皇上一定会答应。崩了这些天只不过是做做样子，一时不是贪淫好色之君罢了。京房这个人，冯昭仪一死，皇上落了单儿，这选美是迟早的事儿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十五，该来的躲是躲不过的。照你这么说，那冯昭仪的事咱们好像是操之过急了。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冯昭仪入宫早，圣眷隆厚，是妹妹的头号劲敌，没了她，妹妹的处境要好得多。妹妹听着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记住，你是母仪天下的大汉皇后，是六宫之主，任凭谁只要踏入这后宫，就只有听你的摆布，
想让他一辈子见不到皇上，我们有的是办法。对呀，妹妹，我只是想说，要想在这大汉的天空下呼风唤雨，我们光在后宫小范围里斗是不够的，我们还得把远光放远一点，掌握权柄，培植自己的势力才行啊。现在朝中大事由萧望之主持，他是老臣，又是圣上的老师，我们能斗过他吗？我们当然斗不过他，其实我们根本就无需跟他斗，不但不斗，还要依偎在他的身边，借助这棵大树在朝中站稳脚跟。到哪个手里去夺权呢？现在对我们大汉来说，最最重要的就是边疆边事，边事安则国运兴，边事乱则国力衰，所以掌握北疆军事才是头等大事。你是说我们现在的对手是冯凤氏？不错，冯家妇女是挡在你我面前的两块绊脚石，女儿这块已经搬开了，该轮到老爹了。这冯凤氏在朝中树大根深，岂是我们轻易能够撼动的？哼，他现在就有把柄握在我的手上，我轻易的在朝中就能掀起轩然大波。什么把柄？你知道匈奴的呼韩邪为什么那么痛快的派人来和我们结盟，并且送来了自己亲生儿子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冯凤氏将元阳兵器库中的兵器先行送给了匈奴。哦，他请过旨吗？哼，他要是请过旨，还谈什么把柄落在我的手上？就是说将汉营中的物品送给匈奴，背旨行事，这岂不是……对，欺君之罪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还搬不倒他这棵大树，到时候军权在手，你还会因为皇上身边多了少了一两个女人而忧心忡忡，惶惶不可终日吗？走吧，不要！哎，你们怎么这样啊？我不要！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吧！哎，小姐啊，你不要不要紧的，你家不是还有小姐夫人？你带我们进去啊，给他们看看。嘿，想得美！这官家的内宅，那是你们这些人想进就进的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回家问问，你们祖上烧这个香了吗？哎，我说这个小姐啊，你这嘴可真厉害啊！这深宅内院呢，我们也不是没进去过，怎么就你们家门槛这么高啊？对，我们家门槛就是这么高。哎，你再往前走，当心摔折你的腿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别在我们家门口瞎嚷嚷！哎，你这姑娘怎么这么说话啊？你走你的路，我们卖我们的货。哎，你凭什么轰我们走啊？这是我们家，快走，快走，还不快走？哎，不走，啊，就不走，走开啊！王爷。就是这个丫头，一路上一直跟在王爷看上的那个姑娘身边。快走开呀！这么说，这就是那个美人的家？一定是。王爷，要不要属下过去表明王爷的身份，谅他们也不敢违抗王爷的旨意？走。这样，你先去打听一下，这家的主人到底是谁，在官府里当什么官？属下这就去办。母亲，来，你正好过来。来，你帮我看看，我是不是又长皱纹了？没有，您的皮肤啊，就像马奶一样平滑。母亲永远是我们草原上最漂亮的女人。
你竟哄我。我离开这个王庭已经十年了，什么都没变，我却变了。这女人的青春呢，就像打开笼子返归山林的小鸟一样，真是拦都拦不住。母亲，你又多虑了，在我眼里您还是像当年一样年轻，一样美丽。那个时候你还只是个孩子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当年他确实是个小孩子，可是这个小孩子会永远记得是谁给了他一个温暖的毡包，又是谁给了他生存的尊严。母亲，我会知恩图报的。卫律，你听着，我不需要你好好的报答我，我只需要你跟在护图五司旁边，当好他的左膀右臂，知道吗？母亲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像敬重神明一样敬重义父，我的忠心就像高山上的石头，至死都不会变的。